to the great unknown, escape to a world we don't know, escape into the great unknown, escape, let's escape.Hello， 大家好，我是个 I'm Yuga， 这张是纳克罗斯在改版之后的实战解说。那在改版之后呢，要怎么测试最准？就是直接开你的 S 牌账号，直接来实地测试一次，看纳克罗斯他究竟被改的怎么样。他这次是被削弱的哦。那也刚好打完这一场，让我发现一件不为人知的秘密，真的是不为人知。我自己发现之后，我才懂原来是这样子啊。就如同我们标题而言呢，我们这一场把对手打烂掉，他们直接中离游戏。那也让我发现说，为什么对面要中离游戏？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打得很就北宋欸，所以他要中离游戏。但这场不一样哦，他们是有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这边很清楚的看到说，我们家佩纳去对面蓝区看了视野，然后也跟这么刚好的看到对面莫拉还在吃蓝 buff 啊，所以我们就马上来反这个红 buff。对面的警觉性也是很高哦，斯科勒马上就过来协防了，可这个红 buff 最终还是交到我手上，普攻他会降低 30% 的移动速度，所以成功的拿下了这一颗人头，算是还蛮顺利的。那有时候就想要贪心一点嘛，贪心干嘛嘞？就是连这个小野就一起吃了吧。那吃了这个小野，莫拉没有这小野也没有红 buff， 他前期基本上算是废掉一半，因为他没有四等的话，他很难刷出一个很大的 combo， 没办法。所以这边就是利用这个时候马上弄到这个四等。那我们就简单浅谈一下这次纳克罗斯被改低了什么，被削弱了什么。但是在说之前呢，可以看到我们小地图上路，我们家的飞类整个太冲动啦，直接打到人家的塔跟塔中间去，让莫拉拿下这个人头，好像又被莫拉打回了一点东西耶，好像有点东西哦。那这次纳克罗斯呢，他在账面上是被削弱了二技能，以前呢可以 1.2 倍的物理攻击，现在只能 1.0 倍。那这只是账面上，账面下有什么？这次红色打野刀被削弱了，再就是打完我们的魔龙 buff， 有个叫做浴血龙体，它的 buff 效果伤害也被调低了，所以账面下呢很多东西都被削弱，所以纳克罗斯整体来说它被削弱蛮多的。那这边利用一个大招，还有一个精准制裁，成功拿下这一条魔龙。那可以注意到我刚刚整好惨哦，因为我在要制裁那个魔龙，大家都在打我，奇怪了，他们不打龙，一直在打我这只纳克罗斯，整个就是可怜。那我刚刚滑动的小地图呢，是看到了莫拉他已经四等的哦，因为毕竟他在上面是拿了苏哈，又拿到飞雷人头，像飞雷他就真的是不该这么出去，因为我们很明确知道莫拉是蓝开，所以一分半一定是在红区左右，那飞雷还这么出去的话，一定是出事情的，出大事啦。这边很简单，吃完蓝再去反红，因为一开始就是这个模式嘛。那这时候莫拉在干嘛？他一定也在吃他的蓝 buff， 因为他是蓝开的啊，所以我蓝错时间刚好是他蓝错时间是一样的。这边拿掉之后马上跑走，所以莫拉他现在应该是蛮生气的，有没有在刷？我不给你刷啦，马上来打他一套。这边看到莫拉他叠的是三层，等他的三层消失之后再往前，这一刚刚那个边一定要拉掉，因为他已经叠三层，你再给他叠第四下的话，他会刷你一个大招，然后他再跑走，所以那边不得不拉掉的原因在这边，就马上回自己家的野区扫荡一波。那上路呢，我们家的队友是抓掉对面的 ，OK 哦。我刚刚草里面看到我安奈特，我很怕被他绑。哦，来了来了来了，他那边给我放一个一技能，那我是被那个灵鸟视野看到了，看到莫拉是上路去收兵线，那反而呢，在下路是不是？我们先蹲草哦。这边一定要守株待兔，逮到了，逮到了，就是这边挑飞一个普攻，再加上一个大招，可是还被安奈特给撞走了。但是接下来两个普攻还是成功收下了，反而这一波很可以哦。简单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一次装备里面我是没有做任何的跟动，还是演以前那个破阵啊、全能啊、圣剑啊这一类的。看到一只科学面，因为科学面他想守下路，但是他没有什么魔量，就算他有魔量，他还是跑不掉啊。因为半路遇到鬼啦，这边很明显看到莫拉在上面吃小野干嘛？他想要刷四下，
但是 sorry 咯，这个蓝 buff 是被我制裁掉了，反而是我直接去弄莫拉的原点。像莫拉被弄原点，他其实非常的无解。那再加上刚安奈特的大招已经开过了，一定在 CD， 刚好恰巧看到一只残血的凡恩，就连同他们一起收光了。这一波我们成功拿到了三连杀，这三连杀我觉得应该还算值得啦，虽然我被刷档，但是我觉得还算值得，好不好？但是对面就没这么 lucky 啦，你注意一下，莫拉前面两次的红 buff 都被反掉，这一次又被反了这个蓝 buff， 再加上又被杀了，他其实他现在怎么说，他很难受。你看他经济是全场最低，他比他们家的辅助还要更低，然后他们下塔二塔都被我们永拆掉了，对，就他现在基本上是非常难受的，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看到莫拉出来过，凡是凡恩还有出来过哦。对，那莫拉呢？我不知道他跑去哪边。凡恩还在下路清兵线嘛，可以从小地图看到。那我怎么会一直提到凡恩跟莫拉？等一下你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跟等一下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一些关联喽。这边很简单的蹲草一下，就是等一下要去塔杀嘛。对，这边斯科特冲了过来，给他一套大招，因为怕被安奈特控，所以这个大招一定要开，会有个霸体效果。那刚刚有提到是到底是什么样子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啊，我觉得啦，应该 95% 人都不知道，因为 95% 的人都只会以为说，哎，中离它只是它中离的游戏，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我要说的是，背后隐藏的你真的是不知道的秘密，真的不知道，而且非常重要，这个真的要说三次啊。哎，我也才说一次哦。这边简单的扫一下野区，其实这一场的整个风向啊，就已经被我带起来了嘛。我觉得奈克罗斯要玩得好，就是要打不断去做一个入侵，你一直入侵，一直入侵，拿到更多的资源的话，你就可以拿到更多优势。像这边蓝 buff 放在这边这么久，莫拉都没有来吃，因为他刚刚已经人某体啊，人不见啦、啊，这边被安奈特的大招给卡住了，刚好是一个死巷子。哎呦！哦，这边我们佩纳是脆脆可可，那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蓝出了，因为刚刚蓝是被对面吃掉的吧？好像是被对面吃掉，因为刚刚蓝飞的好高哦。那我只好来到自己家吃个蓝啊，然后再入侵。这时候呢，我好像就没有看到凡恩的行踪，就是凡恩已经 Moki 啊，已经不见了。反而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战场里面，我们现在是5-3的情况。对面的凡恩跟莫拉，我真的没有看他们出来过了。现在啦，刚刚莫拉还不这个前面莫拉都还有动嘛，然后凡恩也有动，就是把野区扫光，然后就是想办法推进去了。现在游戏时间才来到7:30哦，所以你要知道，奈克罗斯他如果真的打得很入侵的话，他拿到了风向是非常快的，他要拆塔也是非常容易的。像这边因为射手还很远，我就想说吃个凯撒好了。那跟大家讲个消息，就是凯撒在这一次他是有改枪的，他刀爆痛欸，凯撒砍我一刀1086欸，1000多欸，我砍那一刀才多少啊，400，他一个技能打我半条血，有没有看到，我差点吓死了。好险这个是害牙有帮我一起吃这个凯撒，不然我真的一个人现在一个人没办法吃欸，一定要2-3以上才有办法，甚至说刚刚如果被对面看到的话，被抢的几率非常大。那我就扫一下自己野区吸个血吧，反正我是带四个夺萃嘛，奥义一样是不变啊，只是说现在红色打野刀啊，还有龙血玉体的 buff 被改烂了，被削弱了，但是我觉得奈克罗斯他依旧是这么强势。现在是好好的把东西推进去，然后吃个蓝啊，反正对面。其实打了当下不知道啦，是结束游戏之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等结束游戏的时候统一再来讲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边看到的是安奈特，安奈特还有他不是每次开大都叫还有在那边整天意淫欸，意淫人家太坏了，对方这时候投降认输，因为他们好像也只剩下三个人。看到温泉里面挂的是一只莫拉，那反而我不知道在哪边，对，可能变电脑模式吧。反而很确定是莫拉挂机在那边。其实我也是，打完的时候才发现，因为这场
结束游戏的时间太快了，就是我都还没杀过瘾，游戏就结束了那一种。这边按一下继续啊，都给大家一个赞。那可以看到是对面的莫拉跟凡恩都是中离状态。那至于我就非常好心啊，我就是会帮忙对面检举嘛，我就是检举一个 A 挂网啊，拒绝团队合作。结果重点是，他没有出现扣分的一个记录。正常来说，如果你检举成功的话，他会直接跟你说他的信誉被扣了多少分。但是你可以发现到，我检举莫拉跟凡恩都是没有扣分的。这个时候就要来说到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以看到，这是莫拉他的战绩，莫拉他的战绩还有凡恩他的战绩，其实他们的胜率呢都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先看的是凡恩，他的信誉积分呢确实是被扣了五分，但是可以看到说他在中离这场之后，他还有中离别场。可以看到凡恩他自己的战绩是胜率 81%，他胜率有 81%， 那为什么一直中离还可以胜率这么高呢？那目前呢，这个是莫拉他的战绩，莫拉他的信誉积分是被扣了5分，那他莫拉胜率一样高达了 70.2%。 这就要说到他们中离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到底为什么他们两个胜率这么高都要中离呢？这原因就是因为中离其实是不会被扣战绩的胜率的，因为如果你真有中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历史战绩是找不到这一场的记录的。没有这场记录呢，你只会被扣了幸运积分。就是因为没有这场记录，所以你的角色胜率也不会被扣，所以一样可以把你的角色胜率维持到这么高的胜率。所以这一点就是我突然发现，哇，原来为什么他们要中离的原因就在这边。那我刚刚讲过，95%的人中离就是因为生气嘛。但是如果遇到比较高端玩家，他们中离原因是他不想要被扣角色胜率。当然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做啦。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会先挂机在中离，那样子被扣的幸运积分反而是比较多的。因为挂机的时候会被扣一次幸运积分，中离的话会再被扣一次，等于说你会被扣两次的幸运积分。但像他们这样子直接划掉游戏的话，只会被扣一个中离的幸运积分，就是5分。所以他们用最少的积分去保护住他们的胜率，这就是我发现一个意外很大很大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如果你们有更好意见的话，也欢迎留言在底下。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啦，当然不代表这个本台的立场。那我是有个记得帮影片点一个大大喜欢，我们就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